炸牡蛎饼啊，这个太鲜了，一年，哇，要什么时候能在韩国电影碰到粉丝啊，乌曼达，那咱厉害了。哈喽大家好，金枪第一日本人乌曼达和老吴妈，老吴妈你好，你好，老吴妈又来了啊。今天啊，带老吴妈来吃一个我之前吃过的炸牡蛎特别特别好吃的店，就在望京，是一家韩国店。然后他们家别的锅也特别好，所以呢，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，但是老吴妈一直没有机会来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带老吴妈来了啊。店名叫比尔包装马车，这名字啊，用中文读起来比较奇怪，但是我问了韩国朋友，韩国朋友说，这个的发音好像就是炸牡蛎那么个意思。哎呀，今天也能吃好吃的东西啊！是是，今天是中国的元宵节 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家子啊出来聚聚，什么理由都行，因为韩国菜嘛啊。我今天得来点这个蒸鹿，蒸鹿，蒸鹿有点口感，口感不错。这个也有，是这个也有，但是这个充电器也带了，充电器带了，但是今天看看吧。先入乡随俗呗，哎，对对，吃韩国菜，对对，所以先喝点韩国酒。我今天就不喝了啊，开车呢。我们家的装置时间啊，今天应该的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什么都没来。这是每一个韩国餐馆都有的免费的小菜啊，然后他们家这个五种，而且这五种是，反正我来过这几次都是一样的。它这个鸡蛋特别特别棒，酱油然后有一点辣味，然后这个也挺好好吃的，大白菜也不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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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们家这个鸡蛋啊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而且韩国店的这个小菜啊是可以随便夹的，真的特别棒。我没蒸麦油。微信熊，慢慢慢，微信。他们家泡菜也特别好吃，这个什么鱼饼是吧？好鲜呐，这鱼的味儿挺浓的。这个是原味烤鲅鱼，他们家这烤的鲅鱼啊，特别干巴，特脆，好吃。보내는건뭐냐니제과두마이나겠네소네那么要办呢，还是肚子的部分的好吃啊。真的，他们家这个烤的鲅鱼特别特别的香。慢慢，挺新鲜的还。对，一般自己在外边买的鲅鱼不好做，虽然鲅鱼不是什么贵的食材吧，但是做出来以后一般都特别腥，他们家那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好吃。挺好，真是的哈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肉还厚，挺新鲜，一个新鲜，一个可能是他们的腌制办法，可能是有办法。来，这个。是他们家的代表菜，特别棒，炸牡蛎饼啊，这个太鲜了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鲜吧，蛮有呢，すごいミルキーな，你看真的，你看白的，你看，里面是那种雪白雪白的颜色。谢谢了啊！每次跟那个儿子一起吃饭，是高兴，开心。你看啊，它这皮儿啊特别薄，里边肉真的很满，海鲜的味道一下扩散啊。有一次咱们去不是没排上队吗？对啊，是。你看啊，现在还不到七点了，全满了。这个三个小菜再给加点可以吗？谢谢啊。这个牡蛎必须得趁热吃吧。哦，凉了没法吃了啊。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做满的样子，这个可能是好多韩国人认可的这个地方，基本上90%都是韩国人吧。这个要第二份的时候，人家多给了点啊，那意思就是一次性给你们够了，别老叫我们。现在北京没有不能吃的世界的美食了吧？能叫上名字来的基本上都有。厉害呀！我来的时候是在40年以前，那肯定那时候没有。对呀，80年代的时候到现在。发展多快，我的流量密码。不是，我不是夸什么东西，我是说实话实说呢。是是是。所以我在北海道的好多同学还有朋友说，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住了40年腻不腻，我说我一点不腻。
每年有变化。泡菜锅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哎哎，这个吧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真好哎，啊，好呀，好呀。你们叫我第一次来，当时觉得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人家忙的根本就没工夫搭理你说什么，你们家真好什么，这太忙了，主要是这个店太火了吧？是，嗯，对，我说啊，不是工美房，嗯，我说实在是那个，大家看看环境，嗯，还有吃的，到现在啊，嗯，吃的东西啊，我觉得不错，没有没有以后了，点的都在了啊，对，哎呦哎呦，真棒，哎呦，一年。哇、wow、哦，那里边有肉吧？有吧，就都他说了嘛，都给你点儿，还是鹅安达的威力挺大的。不是，没用，没用。是这样啊，他们家有一个酸泡菜五花肉，我得提前两个小时预定。然后我呢，其实昨天已经预定了，但是呢，今天因为他们进的那个五花肉啊，就是那种一条的五花肉不太好，然后呢，店长呢就没有接那个五花肉，所以呢，导致呢，就今天我没有吃上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老板啊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等于刚才点这个锅的时候啊，人家特意给加了一份这肉。其实里边啊已经有一份肉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人家还是挺讲究的。所以我想夸他，他走了，太忙了，太忙了。服务态度啊，菜的火锅什么没问题。对对对，挺好的。这汤真浓啊，浓啊，那真浓。啊，就贵呢，嗯，贵呢，卖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肉也挺嫩的，不错。外面特别冷，然后来一个这个锅，真好，美，嗯，美。如果喜欢吃韩餐的粉丝啊，我特别推荐来他们家试一试。尤其是啊，这个季节，真不错。一定回去做个好梦呗，做个好梦吧。啊，在韩国的礼仪里面，那碗是不能拿起来的，碗啊什么都不能拿起来，米饭的碗就是这么着吃。我估计别人看一看就不是韩国人，必须得搁在这，然后这样哦，说这么着拿是要饭。啊，不错啊，挺好吃的，真好吃，可以，就是热吃的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他不送那一盘肉，咱也够吃了。是，还有那么多啊，它里边肉挺多的。韩国观众店里啊，碰不到粉丝，没错没错。要什么时候能在韩国的电影碰到粉丝啊？乌马达，那咱厉害了。妈呀，这吃的太爽了。嗯，对，哎，这个锅啊，吃的差不多了啊。这锅有多好吃，多爽，看我们俩用的那个擦汗纸就能看出来。哎呦。好吃吧？痛快，痛快啊！啊，痛快，痛快！贼有吗？贼有吗？贼有吗？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啊，吃饱了吧？饱了，饱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吃多了，吃多了，又吃多了。这里边啊，吃的满头大汗，然后擦一擦，一出来这个凉爽的感觉，挺有气呢，挺有气啊，真的特别舒服，爽爽，嗯，值得推荐吧？我觉得他们家啊，行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啊，我觉得我在望京住了十多年，这个韩餐啊，真的是我真心能推荐给大家的，是吧？来了，我觉得错不了。嗯，我第一次来，虽然第一次来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不错，嗯，挺不错。因为这么多韩国人在，肯定是它味道有保证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是吧？对，没错。那行吧，那今天虽然不是日料啊，嗯，但是老吴妈吃的很美，美啊，粉丝就开心，满意，开心。行吧，那句话，好吗？请大家多多转发，多多点赞，嗯，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大家了啊！那我们下期见吧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